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们现在要来经过中沙大桥了。那我们的向导嘉哥呢，他有说中沙大桥呢是以前全亚洲最大的大桥，最长的哦，最长的，对不起，是最长的，哦，最等的大桥。哇，公里多啊！现在下面桥墩都在修理了，哦，因为被侵蚀的很严重啊，哦，真的哦。好吧，那应该开车没问题，还在修理哦。嘉哥有在维护，在维护。嘉哥有说，就是中沙大桥呢已经年久失修了，那现在有在做维护哦，但就是可能也只是一时的，哦，一个补强的工程，但是会不会发生事情呢？我们不是很确定哦。反正就是我们经过中沙大桥呢，可以的话心里就默念个阿弥陀佛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平安的通过去啦。